野生动物园的东北虎园内停车，车内一位女性游客突然从副驾驶下车，走到驾驶员门前。就在此时，从她身后突然出现一只老虎，将这名女子拖走。车上驾驶员和一名乘客赶紧追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一辆园区安保车也从一侧开了过来进行救援。据初步调查，事故